生的狗狗一样的平常他会这怎样跟人社交的话当时就他不放松了那来带过你了啊，你就把钱用来对咱阿爸被消费是那是无问题。好、哦、啊，那么这一边呢，好、哦、这边消费端这边呢，也可以听哦，去打工的时候，让消费者差不多爱偌济，好、哦，伊要爱给我们爱偌济，啊有偌济品项，啊我们就把这个生产端跟消费端把它建构起来。接着想，接着是品牌了，好不好？这一张就是我们的保命符了，好不好？啊嘞，啊那这个的话，如果加入我们的哈、哦，加入我们的哈、哦、金标章的话哈、哦，那么检验的费用的话，县府全部负担。啊，好不好？好，好不好哈？啊，过那个太郎基金的哈，个太郎基金的三弟哦，来这个赶紧提物件去检验。啊嘞啊，啊做了干物无啦？有。啊，所以今天来讲哦，我们的擦脚踩在我们的泥土，啊平平的讲，加平平啊有泡沫。有啦，嘿，拢种不就是香水啦，吼，这是天然上帝赐给我们的好的香水，吼。环境户啊，和彩福公司中间啊有一个合作的关系，套柜子的平台啊，可以协助我们的农民来行销他的这个农产品啊，也透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消费者以有一个酸点，有一个了解，等这物件去到伊到店的时阵，食甲非常的欢喜啊，真舒适安尼吼。分林的农业，咱看到五万啦，吼。交盘安心购，赞！之前他们透过一般市场的一个欢纳，他们去采购的时候，价格比我们低了至少一半到甚至到三分之一。好，所以我们提供给农民的保证，哈，是我帮你把量销完，那我们提供给你更好的这个价格，以及我把你的品牌塑造化，我们是一到产地去无偿的帮农民拍摄影片，放在稻之翼的网站上，那全台湾的消费者呢，上网点选影片就可以看到农民，看到产地，那他们很清楚，让整个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好，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对消费者也好，对农民也好，哈，是一个非常双赢的一个手法。我迄个年纸，你啊三千户口照片以后，迄、那个健康的照片咱就食无啊。所以咱伫只介绍大家，哦，咱各位农民大哥贵宾哦，这么详细的说明哦，谢谢。来现场感恩啊，那你啊，乡亲来乡人，谢谢。吃安全，吃安全，全民泡沫。好。